准备好你的心，让我们给耶稣一个最好的敬拜，好吗？一二三四。Thank you.
备进来。做奉献。各位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为一个奉献祷告，阿门。感谢主，天父，感谢赞美，今天晚上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所若有两三个人奉献的灵聚集在这里，你就在必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相信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对我们说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我们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奉献完全的交托，求主你分别三十杯、一百杯、三十杯、六十杯、一百杯。谢谢听仆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感谢主。赞美就是感谢主，再次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深夜崇拜。Suppose 我们的深夜崇拜呢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和第三个星期。当然，因为上个星期因为有一些的缘故，我们就把它 delay postpone 到这个礼拜，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不是第二个星期吗？对，没错，你没错的，是因为有一些的变故，所以我们就展延到第二个星期。所以，请你记住是。一和三的星期五我们有深夜崇拜，那么因为 postpone 了之后，我们下个星期还是有机会的哈，我们下个星期有机会啊，第三个星期有机会，感谢神 ，right， 这个是我的报告了，然后等下我们有圣餐，因为这个崇拜，这个深夜崇拜也像主日的崇拜一样啊，我们该有的都有啊，礼拜天有的东西我们都有 ，right， 感谢主，Yeah, 欢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哈，欢迎你啊 ，Amen， 欢迎你啊，啊，希望你下个星期能够再见到你啊 ，Amen。Right， 感谢主，我漏掉什么报告吗？没有嘛，是吗 ？Right， 我们就来听神的话语啊，啊 ，Right， 我记得前两个星期我跟你讲到神的同在 ，Amen 啊，神的同在啊，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你可以没有钱，没有事，没有人，你没有资源都无所谓，真的。但一定不能没有神的同在，因为圣经有一个人叫摩西，深信啊，他的生命啊，若缺乏了神的同在，那么他一切的努力都前功尽弃。这是上个两个星期我们所讲的重点啊。我们看下去 next， 然后我们如何得到神的同在呢？凡寻求主的同在的人。都能得着，来跟牧师说，都能得着。哎，两个人没有来一起，都能得着。All right， 感谢主啊。所以当你成为一位啊，寻求神、寻求祷告的仆人，他的同在将会从你的生命中流露出来，你会有敞开开关，就是敞开并且关闭的门。在你前面引导，好让你在周遭的环境里成就他的旨意。可以听你讲阿们啊。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无所不在的同在。来，大家跟我一起讲无所不在的同在。无所不在的同在。英文说 the only presence of God 啊。
哎，那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我那么在乎神的同在？同在呢？因为啊，是因为神的同在吸引我信主的，然后我，而且又继续的引导我饥渴慕义的追求主的，不然呢，我去教会就等于有宗教仪式啊，因为礼拜天啊要去啊，然后拿着圣经啊，阿门哈利路亚这种仪式，变成宗教仪式了。在我信主前，我拜得很厉害啊。为什么拜神拜那么厉害呢？因为我是一个 OKU， 我的一边手一边脚天生就是残缺。那么我妈妈呢，从小到大就带我去很多的安公殿，很多的神庙去拜，希望有神迹。OK， 所以我从小啊，领苦罪解鬼，领本罪，就从小哇，我就去了这个安公殿，然后我还记得我还没有信主了，我讲的是还没有信主哦。那高龙牙脚踩的期间呢，我以为我很虔诚，我脚踩九天了，九天，然后据说、啊、是不是我讲的、啊？我听老一辈讲说，那九王也是很灵验的。如果你在庙里面呢、啊，你骂粗话啊，还是你穿那个皮的裤带啊，你去他的庙里面那个九王爷的那九天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惩罚你，那你那个皮带啊一定会断开。我偷偷告诉你啊，这边人少少，我偷偷告诉你啊，我都做过，我都去到那个神庙，在他在九王爷的面前啊吐痰。然后我不是故意要冒犯，是我想得，我是真的想经历神，因为从小到大去了神庙安公殿，有很多很多的古灵精怪东西不讲的啦，因为讲了就好像在批评，就是从小看到大了，就是想真去体验啊，什么宗教都讲神，但我不要讲神。我要体验神，那时候我都带这样的心态说，我要体验神，我要真的体验神。不过，但那个九王也过去了，我也什么都没有得着。后来我去玩散步，便宜十来块就有了，昂贵的三万块都有。朋友从泰国拿回来跟我讲，喂，这个好料的，这个是高僧加持过的带了你会勇敢刀枪不入有刀枪不入的威力可是哦，你不可以带去三家房，你不能去冲凉房，你也不能带他走过那个地口那底裤的底下，不然的法力呢就消失了。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法力湖边的三宝三宝也不是无所不在的，只有主耶稣才无所不在而已，可以听讲阿们吗？因为如果真的要，如果是这样到这样说的话呢，那我现在是一个牧师我常常去那个产房产业房为那些会友刚刚好像不好的孩子也是的，第一个他生受我去他的医院去为这个家会来祷告的，我还记得，是吧？这样就假了了吗？我一走过那个法律就没有了，好像闪播这样那以前我住那个flat 的楼下那个，尤其是打枪铺我那边我住了六年你要打枪铺很多掉衣服那你不小心走过露天的那个地方他们掉那些衣服地壳也有鲍鱼也有你肯定那个能力就破了对吗？所以，我不能，只有圣经明明记载着上帝无所不在，并且与我们同在，可以听讲阿们吗？无论我去了哪里都好，作为牧师，我刚刚讲了，说唯独上帝与我同在，无论我在那里都好。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什么时候神的同在彰显？我们要来看。什么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呢？是不是我们生意兴隆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事业稳定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健康没有病痛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家庭美满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呢，你和我
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了、如果一天我们大病一场，家庭和事业都面临危机，快要山穷水尽了，是不是也意味着上帝已经离开我们了呢？我们来看看去 next。我要帮助你从一个人的生命看到神无所不在的同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当中你们信耶稣的啊，你信主了过后啊，见过耶稣的有吗？举手。没有人见过耶稣嘛？亲眼看到耶稣的有吗？没有嘛？这样我们如何清楚知道主耶稣深深刻刻与我们同在呢？虽然我们从不见他，为什么我们这样笃定，如此的笃定他与我们同在呢？你要看大卫王的生命，我们来看看大卫，给我们来看大卫讲什么呢？来，这里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节这么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大军之上帝与他同在。当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啊，难免以为啊，大卫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大卫一生啊，饱受忧患和灾难。比如我们从他的祷告当中呢，我们知道大卫曾经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是王帝哦，可是他经历很大的苦难，他在痛苦的经历中曾感觉到啊，神没有同在。我们来看看一些的经文，也就是啊诗篇里面，你去读诗篇啊，很多时候大卫的诗篇你去读啊，他很写实的告诉你他的感受，对神的感受。来，我们来看诗篇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有没有？我卡努也讲啊，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的骨头发颤。对，发颤啊，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却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有没有？你在读这段经文时，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帝没有在听他祷告这样啊？然后我们来看啊，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啊？要到永远吗？你厌厌不顾我到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大卫，你看到，你读到，你说啊，圣经说他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日益强盛。可是这边他祷告好像是跟他形容之前的有出入哦，有没有？我们来看他去 next 啊。当大卫在诸般患难中，在极端的困苦中，在重病中，在被人陷害和用恶毒的言语毁谤的时候，他感觉软弱，他的心大大的张力，终日愁苦，感觉好像神没有与他同在。神不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吗？但大卫在困苦中着实感到神好像要永远忘记他那样。我们也会遇到困苦苦境，例如你生了一场病，那现在 coronavirus 到处都是啊，哎呀，我中了，好像没有中就好像现在没有中，好像你不正常啊，中才正常。哎呀，我中了，等待中啊，感谢神啊，我还没有中啊，啊，你不要以为牧师中了、啊，哎呀，我太太中，我女儿中，我还没有中啊 ，OK， 啊啊，然后工作和家庭啊遇到困难，周围有人陷害，有吗？有人出卖啊，陷害啊，有吗？你在工作，你在职场上一定会遇到那些小人的嘛，没有吗？被人用毒恶的言语攻击无吗？攻水路有没有？啊，当这些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像大卫一样感到软弱困苦，感觉神没有同在。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大卫说：“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但我们知道大卫知道，在困境之中，人不能做什么。阿门吗？
你能改变吗？你能改变你的环境吗？哎呦，我不要，我怕喽，狗拉拉的，哎呦，这么多，哎呦，这么医院那么多人，哎呦，我不要，你能改变吗？你不能改变。在困境当中，我们不能做什么？当你病重垂危，医生也束手无策的时候，你自己如何医治自己能吗？来，自己加油，自己贴来用啊！啊，对。但是很多人很喜欢做自己做医生哦。哎呀，头晕啊，不多晕啊，自己拿药吃啊，不行嘛，对吗？我们不能自己医治自己。当你被人用恶毒的言语攻击的时候，你是如何闭上恶人的嘴？你给我静静，吹声，人家福建话讲啊，吹声就去人的嘴都被控制嘛，对吗？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卫如何面对呢？虽然他说祷告说，主啊，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但是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大卫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如何得到神的同在的秘诀。我们一起来看下去。大家跟牧师说，大卫维度等候神，一二三。大卫维度等候神。David waited on God alone， 他没有等别人啊，不是等女朋友啊，不要搞错啊，不是等情人哦，他等候神。这边告诉我们说，在诗篇第62篇的第一节和第五节，他说：“我的心默默呼声，专等候上帝。”来，跟牧师一起说：“专等候上帝。”专等候上帝。专哦，什么是专？等一下我来解释啊。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当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指望是从他而来。让我们来看，这里说专啊，专就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是别无他法，唯独等候神，心才可以安息。大卫知道他只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和等候。当他走到山穷水尽，他走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等候。当然我要讲等候神啊，这是另一篇很长的东西了，我不会在今晚上，但是我告诉你，等候神现在的时刻啊，现今的时代是最不能等的时代。很多东西 I give it instant coffee instant me 什么叫 instant 的，马上的啊，马上祷告，马上给，马上最好是马上给薪水啊，刚就新罗姐姐那种，我们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不是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神的同在，他清楚如何得到神的同在，因为这个人懂得等候神。等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来的。现在是假期，然后很得空，我女儿很得空，不用去上学，他在家里捉鬼捉拐就拿麦肉啊，放那个做 ice cream 的那个模具，他把那麦肉泡了放进去，然后他就放在那个结冰里面，不到一个小时他去里面看，还拉出来，说他把它拉出来哦，还没有凝固他就把它拉出来，我说没用了，还能用吗？你等下你凝固说你不能。没有那个 holder 了吗？都不能了吗？那他不相信，要放下去。过了两个小时，他拿，已经凝固了。他拿出来，他不能 hold 住那个冰，那个什么，那个他的那个血条啊，已经在里面不能拿，因为那个不能。你来搏击啦，你做这样东西，因为什么？我的女儿不能等，因为估计给亏损都垮。等一下喂，我们看这些小孩子啊。我们觉得很好笑，但是啊，上帝也就是这样看我们呢，让你担。等候是一个很难学的东西耶，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说，神啊，你能帮我吗？现在，你能帮我吗？然后我们就说，现在。所以我们常常错过了神的同在，我们误当误塞啊。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什么，然后我们龙啊不羁把力哦才结果，然后很失望的，神啊，神说等啊，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你要等。所以等候
这并不是我们懒惰不去拒绝啊，去解决，而是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就好像医生跟你说无法了，无法躲了，没有办法一样。这时只能祷告等候神，祷告等候神是没有行动的行动 ，Amen。是信心最高表现的行动。啊，你们没做啊？啊，几多年让新主人几多年啊？没做不完的呀，没。有时候啊，那些人啊，常常在找我，听说我能够做什么啊？那个中降头的、啊、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来找我，我就按说啊，不是安尼呀，没呀，你无修复啊，家啊，无不别的物件，啊，咪念经的啊，什么没啦，就是平心静祷告，就是这样而已啊。等候祷告，等候是一个没有行动的行动，是信心最高表现的行动，是把自己的一切孤注一掷的投在神的身上，仰赖只有神才能够做出的行为。这个等候是最有能力的行动。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他经历了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安宁。我们来看下去 next。因为基督徒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喜乐和满足，就是神的同在，明白吗？就是我们的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各物件噶无哦，各物件噶好，上帝将家己交好路啊，明白吗？什么叫神的同在？就是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相反的，如果失去一切，为主的缘故全部都损失了，都损失了。但只要你得着基督，你的内心仍要充满圣灵中的喜乐和满足，就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你没有了一切，你可以没有一切。就好像今天刚才一开始讲的：“你可以没泪，你可以没水，你可以没人，你可以没资源，但是你不可以没上帝的同在。”保罗非常清楚。神的同在在他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而且是何等的有能力，为要得着基督。里面我们来看下去。如果你的人生啊，也是为主而撇下世界的话，主的喜乐要充满你，而且那种的喜乐和满足是难以形容的，弟兄姐妹。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福分，不只是物质上而已，还是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而已。神乃是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和那喜乐的源头完全的赐给我们。可以听你讲 Amen 啊。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福分不是有钱，如果你穷的只剩下钱，我替你可怜。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可以听你讲 Amen 吗？然后第二，大家跟牧师说，难处对我们有益。Difficulties are good for us. 我们谈到 next。第一，难处叫我们更依靠神。如因吃饱，人讲阿咪。假货困货不还的时候呢，你是不会更依靠神的，你不需要嘛。只有在难处呢，叫我们更依靠神。我的意思说，不是说患难来了，神的同在也跟着来啊，不是这样意思。我乃是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加倍的依靠神。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奉上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就在他所惧的事上蒙了听允。这个是讲什么？这个是讲耶稣在被卖 的那个晚上，被人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他在克西玛利园那边祷告。他想到他要背负，他要承担，他要担当全世界的人的罪，包括你和我的罪，还有将来要出世孩子人的罪。哇，他感到无比的重担，无比的软弱。他说，他还说，如果父啊，
可以的话把这杯挪走吧，但不按照我的意思，乃按照你的意思而行。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圣经说，圣经形容说，天使来加添他力量。真的，耶稣经历了在这个最患难、最全世界奄奄不看他、翻脸不认他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园跪着祷告的时候，哦，他得着力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来祷告，就是跪下来祷告。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的模范。当我们遇到最困难的时候，不是吹饼油啊，不是好像我们福建话讲的啊，没鬼嘛，酒喽就阿龙喽。我们就是很习惯性的找人、找朋友、找求救，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求救于神。圣经说，天使显现，给他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难处临到你的时候，正是神要帮助你显出他恩典的时候。可以听你讲，阿门啊！可能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就是神显出够用恩典的时候；可能在你最没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能力显得完全的时候。然而，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完全的依靠神，这样你就能蒙主的恩典和保守，在患难的日子也就能加倍的经历主的同在。可以听你讲阿们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项 B 说什么呢？失败中经历神的同在， experiencing God's presence in failure。 我们有失败，谁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举手？没有啊，我们都经历失，都大小小啊，失败，人生不如意事啊，十之八九。我们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过如意的事情嘛，对吗？我们新年虽然讲是万事如意啊，但是不，我们知道没有，不可能万事如意的，因为我们人生毕竟是会遇到困难，而且会遇到挫折和失败的。现在我要说，失败的时候，你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啊，在得胜的年日，神确实实在与我们同在。在你最刚强、最爱主、最为主摆上的时候呢，你会相信神一定与你同在的。可是你在失败中啊，你往往啊，觉得说，好像神离开了我这样。我们来看下去 next。但我要告诉你，在主观的经历当中，纵然你是在你最失败的时候呢，神并没有离开你。我们经常会相信撒旦的谎言，哦，你最近太失败了，你现在的光景十分退后啊，神不再喜欢你了，他已经离弃你了，有没有？魔鬼一直在你，特别在你失败的时候，一直跟你讲这些谎言，不对的，不是的，骗你的。可是你那时候呢，你失败的时候特别容易中计哦，容易接受这样的谎言哦，这是撒旦的谎言来的。事实上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在最软弱的时候呢，神，我们的主仍然眷顾我们。得听讲，阿门嘛。就如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也是门徒最软弱的时候呢，耶稣已经被自己们钉十字架了，耶稣都是想了很多了，也帮助，也想着门徒，因为也是他们最软弱的时候，主没有离开他们，主没有离开他们。耶稣一复活的时候就找门徒了，你看到神的同在吗？你看到耶稣从来不想离开我们那一分钟啊。我们来看下去 next。 圣经记载彼得软弱到一个地步，为自己的前途和生活，去对其他的门徒说，我去打鱼去，意思说我要回到我的旧，我重操旧业了，
啊，他曾经跟随耶稣，把渔船撇下，放下他所有地上的东西去跟随他，甚至门徒当中有些人连父母也留在船上。但可是三年半过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他们的生活前途一片迷茫。在哥皮好像这个后疫情时代，谁能讲得准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能讲吗？我们不能讲。我们希望说，哇，我们不要再看到更多的人中枪了，我们要看那个数字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谁能讲得准后疫情时代 post pandemic generation 这个时刻呢，是没有人讲得清楚，能够 affirm 说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怎么样，没有人会跟你讲。就好像他们面对不知道明天要怎么样，前途一片迷茫。就在那种的光景之下，对门徒来说，不要提前面的意象，不要讲意象啊，讲什么雄心啊，还是怎么样被主使用，就是生活也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在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都成为十二个门徒的问题。我们来看下去 next。彼得在最饥饿、最毫无出路的情况底下，才决定去打鱼的，盼望从海中得一些鱼来，好叫大家都有饭吃，能吃得饱。却没有想到主的手偏偏安排，就在那个晚上呢，连一条鱼也打不着。你不觉得这是奇迹吗？你啊，鬼迷糊，一杯糊没两无啊！亚索条金嘛还两有诶。阿弥，sorry 啊，有机会你去以色列啊，你去加利利海啊，随随便便啊，他们都能够捉一条鱼，这条鱼叫做 Saint Peter fish， 圣彼得鱼。其实圣彼得鱼什么鱼来？迪拉比亚，很普通的迪拉比亚，很普通的迪拉比亚要卖多少钱呢？美金啊，美金30块，加100块，迪拉比亚，那跟美加半斤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卖你鱼？他说这是彼得的鱼 ，Peter fish， 迪拉比亚 ，Saint Peter fish， 这是彼得捕的鱼，就是说我要告诉你说。加利利海啊，它海产啊是实在够丰富啊，你随便丢啊一个鱼钩啊，放一些饵啊就能钓到鱼了，不用辛苦的。可是彼得连一条都打不着。就在他内心痛苦的时候，一方面事业并没有成就，整个晚上又打不着鱼，另一方面他的灵、他的魂、他的体，在最软弱的时候，我们的主没有忘记他。我们想知道，我们主没有忘记他呢？可能呢，彼得在想啊，哎呦，我三次不认主了啊，主肯定买我了啦，不要我了啦啊，因为我不顾念他。但没有想到主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就好像我们遇到你的。我们平常遇到的吃饱没，耶稣问这个问题啊，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主就把他同在呢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必爱他们到底。可以听你讲阿们吗？今天无论你的情形是高昂的，是低落的，是无论你的属灵光景是好是坏，主照样爱你。可以听你讲阿们吗？来跟牧师说，跟牧师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对啊，这首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啊，因有圣经告诉我，对，耶稣爱我，耶稣照样爱你， Amen。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很快的。So 第三点是什么呢？遵主使命，管传福音。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19节和20节这么说：
所以你们要去教训列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men。 你怎样要神的同在？传福音啊。为什么你不能喜乐啊？为什么你连日都喜乐不起来啊？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越传扬耶稣的福音，便会充满主的喜乐、能力、平安和同在。如果你终日的生活只顾己己顾己己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有一天你还是会感觉到没有喜乐，很乏味、很枯燥、很乏味。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同在不是仅仅在今天，乃是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见他的面。但你如何才能享受这个同在呢？遵主的命令啦，往普天下去啦，使万民做他门徒啦，多多传主的福音啊。当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必天天经历主的同在。跟你讲，可以听你讲 Amen 啦。越见证你就越有能力，越传就越有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因为有主与你同在嘛。你坐多处吃苹果看 Astro， 你希望我主啊，我就不感觉到你出去啊，你去传福音啊，你跟人讲耶稣，你就会感觉到耶稣。我常常感受耶稣同在，因为我跟人家传福音，我跟人家讲耶稣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耶稣与我同在，很靠近的。我一直听到圣灵跟我讲，对，去跟那个人讲讲他的事情，圣灵就启示我跟那个人讲他的心事，讲他的东西，然后就帮助他。真的，你越讲越有能力，你越见证越有能力，因为有主的同在。如果你十年来都不曾传福音，自然那份的因传福音的喜乐就没有了，圣灵的能力也没有了，主的同在也渐渐失去了。你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准备心。你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唱一首歌，来准备来领受圣餐。哈利路亚。我们就唱今晚上的第一首哈，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一首歌来敬拜神，然后准备心来领受神的啊，领受圣餐。Amen. Lord, I thank you. Lord, I thank you.拿起生命，握紧亲爱的主，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饶恕我心中的罪，使我永远以罪歌。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到你，我敬拜，我一直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当我拿
起准备，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圣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一对和你。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可以知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可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地址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来破碎，杯代表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请聆听，把冰的杯，你已经信主洗礼的，可以领圣餐。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洗礼的，可以坐下来。哈利路亚。拿着饼和杯的时候，请你不要急促，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审查自己。圣经说，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God is, if we confess our sin, God is faithful and just, He will forgive all our sin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在神面前审查，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无论眼睛看、耳朵听、嘴巴讲的、心里面想的、手做的、脚行的、头脑思量的，哪一方面是得罪了神？而且你该做的而没有去做，应该去行的而没有去行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然后跟耶稣重新立业，重新来建立关系。圣经的应许说，主的宝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罗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跟门徒一起吃了最后的晚餐，他就拿起饼来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以供你们吃这饼，为要纪念我，直到我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吃主的饼，主的身体。过后呢，他也举起葡萄汁，同样的说，这是我和你们立新约的血，每逢你喝这杯，我要纪念我，直到我再来的日子。来，我们来喝主的杯，主的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能聚集在一起，求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追求的不是更发达、更丰盛、物质的享受，我们更要要求的是，我可以没有钱、没有事、没有人、没有资源，但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帮助我们是一个渴慕与同在的人，帮助我们很看重神的同在。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同在，像摩西所讲的前功尽弃，什么都没有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分散回家，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求主你祝福我们脚步平安回到各自的家，家天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出入平安，让我们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病毒来侵害我们。谢谢你，牧人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拍手耶稣，平安三回。